患者身上多处脂肪瘤。 要求做手术切除。 咱们在门诊手术室局麻下切除。 这个是腿上的，这两个是腿上的，然后这个是屁股上的，然后这个是那个腰上的，这是背上的啊，都在这了啊，背上的最大的这个啊，嗯，都是这样，这就是典型的脂肪瘤啊，应该是脂肪瘤，没事，再给你送个病理啊，好，嗯，行，这个这样，哦，等会儿又再给你换一个啊，再给他来个小模的，打完了，嗯，胳膊上的给我，就这样，你看看，嗯。